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行，我也不好弄。可你这个伤……没事，我死不了了。冯墨，冯墨，别撞过去！冯墨，冯墨，冯墨，醒醒！冯墨，冯墨，别摔过去！在这儿呢，你安全了，可现在等着呼吸。慢点吧，来不及回去了，找最近的诊所。前面镇上有一个朋友。